在雅鲁藏布江的峡谷地区，高山上白雪皑皑，山腰间郁郁葱葱，山路下则是菜花金黄了。这是由于海拔高差急剧变化所构成的一幅特有的自然景观。在海拔较低的谷地，可以见到各种热带和亚热带的植物，难怪有人把它比喻是西藏的江南了。你呀，